家都知道，一拳的台港服登陆的第二天是送聚合铁，没有用的 A 级英雄。那天好奇杀死猫，用 QOO 下载了中服及美服来看看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大家知道中服登陆第二天送什么吗？既然是他，弟弟王。更扯的是，第七天送弟弟王的专武。台港服的无氪玩家，可能半年都没有一件专武啊。我们玩的是同一个游戏吗？